是仙家的东西，你怎么会有？西边三个门派全被人灭了，天蓝宗面前谁敢说最强？仙魔两条丧家犬联手还真是难得。你真是个弃子。苍龙九命，神魂渊盟，我敢赌一把。整个南岭没有一个人是盟主的对手，为何他不接招？年轻人，火气不要这么大。盟主是想擒天仙秦王，怎样才能拿到封印？龙藏秘法谁也拿不到，看来你藏了许多神秘。